上海是我们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，不用我多说，相信大家也明白。解放大上海对我们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很大，当然难度同样也很大。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提出了慎重缓进四字方针，同时也提出了打上海要稳打，不能武打。用陈老总的话说， 解放上海就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，只能捉到老鼠，不能把瓷器打坏。大家来看，浦东位于上海以东，与市区有一江之隔，是上海重要的水上门户。根据野四的作战部署，九兵团要向上海守节的侧后方实行大迂回，27军 攻打青浦以东，27军守在松江以南待命，随时攻打上海市。31军尾随30军之后加入到浦东作战，而我们30军作为攻打浦东的第一梯队，直取川沙白龙岗一线，协同实兵团截断武松口，以求全部歼灭上海守敌。命令：88师为先头部队，军主力按89师、军直90师、军后勤之序列， 向川沙方向开进，军先遣队已经提前到达指定位置。这边，这手还没打热呢，早知道打不了几个敌人呀，还不如在军长身边当我的警助员呢。 你的枪法怎么这么准呢？什么时候你也教教我呀？学这干啥？这眼看全国就要解放，这枪啊就没用了。谁说没用啊？将来保卫大上海，还得靠这枪杆子。小五，你出枪速度挺快的。 有机会，咱俩比试比试。郑总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我觉得有点不对。怎么了？你看，整个金山卫就没碰上敌人的正经抵抗。是啊，这可不像有重兵把守。我看敌人最多不超过一个连。小宝，到。马上给军队发号。是。哎，几点了？ 我的表呢？姚副队长，怎么了？怀表丢了。姚副队长，你等我一下。姚副队长！ 就是这块表，要了小李子的命！小五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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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团长，电报。 政委，军长，先遣队来电，他们在金山卫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。不是敌人的主力吧？是暂八师的小股部队。政委，你来看这个，汉恩伯把赞迦第八师从平湖金山卫绕过奉贤，撤到了川沙白龙岗地区。川沙白龙岗是敌人守浦东的第一道防线，汉恩伯把战线往后移，而没在金山卫奉贤大冷屯兵。 而且两个地方恰恰是我军往北穿插的必经之路啊！难道他就这么白白的放过我们？参谋长到，命令部队强行军不受小敌所扰，直扑川沙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啊！参谋长。 我们常年征战，若不是受汤司令之命，监察督办浦东藩区天然屏障计划，也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看一看大海呀。<笑>是，等汤司令的计划成功实施，这里一定会更加壮观。<笑>现在万事俱备，只等潮汐呀。是啊，这场潮汐对上海防御战。 至关重要。你能想象得到吗？我们脚下的千里长堤一旦被炸毁，奔涌的潮水瞬间就会把这里变成一片泽国，是，成为迟滞共军前进的天然屏障，其威力绝不亚于五个军的兵力。靳总英明，到，潮汐什么时候到？根据八分算潮法的公式推断。 在农历每月的十五或者十六日附近，太阳和月亮在地球的两侧，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会引起大潮，在月相上为上旋和下旋。你就直截了当的说大潮什么时候到？是，据我推测，本月大潮将会在明天凌晨五时到达。 小诺，队长，一会儿你带全武和小宝去找点柴火，吃完饭咱还得赶路呢。小宝，到。严副队长，什么事儿？你跟全武跟我一块捡柴火去。是。小宝，啊，走。 有时候你不把自己当回事，有时候你是不是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？有话直说。哎，全武，你姚副队长他，你别跟我提他。全武，你就别再和姚副队长闹别扭了，他毕竟是我们的领导。在新四军的时候，他就给军长当警卫员，还给军长挡过子弹呢。和军长那可是生死之交了。 那块表是军长送给他的，他当然很珍惜了。小李子也知道这事儿。
姚副队长那么着急去找的吗？表之前还是命之前？就是看不上他这样。要不是为他那块表，小李子能死吗？小李子牺牲了，他也很难过。我看见好几次，姚副队长一个人拿着小李子的照片发呆。让我还看见。 战边批发师撤回川沙，弃奉贤，金山为一线已不顾，就是想要全力保住川沙。正是因为他们放弃的太干脆了，所以我觉得其中有鬼。奉贤靠近海边，凤霞与托林之间的海堤是我们的必经之路。凡是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这是阻击我军的一条重要防线。他怎么会不在这里防守呢？师长，政委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可这鬼究竟是什么呀？ 这个就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本事把它给看透了，马处长，有。现在各师到达什么位置了？除少数分队外，全军大部分已经到达指定宿营地。好，通知部队继续前进，争取天黑前在王店镇张家桥附近集合。是。军长，部队连日长途行军，十分疲劳，是不是应该先休息一下？不行，这台敌情我们都不熟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快，以防不测。 你看，再好啊，也赶不上我这老伙计。小宝，哎，小宝，啊，你站那干嘛呢？ 我没干什么，这才是好东西。这瞎忙活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缴获东西要交工。 让你们出来找柴火，你们倒好啊，打起来了！报告大队长，有敌情。什么敌情？这个好像是海堤的图纸吧？海堤的图纸，敌人肯定是在打这海堤的主意。 小宝，马上向军里报告。是。
政委，啊，今天农历什么日子？4月14。记得我在中山舰做党代表的时候，每年一到这个时候，海水必有大潮。韩国的第一道防线，不是在川沙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在奉贤。我一直在担心汤安伯打凤翔海地的主意，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，原来他在等大潮。初一十五是海水涨潮的日子，汤安伯这么大方的把奉贤一带拱手相让，就是想利用涨潮的契机炸毁拓林至奉贤一段的海地，用涨潮的海水形成天然屏障，迟滞我军的前进速度。报告下线队急电。政委，军长，我们来了。同志们，现在敌情突变，全军要尽量轻装，以最快的速度在海潮到来之前穿越奉贤与拓林地段的海堤，否则的话我们不但要面临一片泽国，而且还有可能被海潮卷走。军长，报告军长，兵团首长急电。念。据悉汤恩伯深知守住浦东极为重要，又苦于兵力不足，制定了所谓的浦东泛区天然屏障计划，企图利用周期性潮汐到来之际炸毁奉贤拓林地段海堤，使川沙至金山卫的广大地区变成一片汪洋，借以阻挡我军从东线侧背进攻的步伐。你军要加速前进，务必于午夜12时前安全通过拓林地段。参谋长到。立刻组织军衔制，率88、89师加速前进。我随军衔制行动，李政委率军直属队和90师殿后前行。为了避免拥挤，两师错开1小时出发。是。马处长到。给先遣队发报，一定要在大潮到来之前彻底捣毁敌人的起爆点。是。保重保重。我走了。
是哪个部队的？哦，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嗯，听说过吗？当然听说过。你们是大部队吗？来多少人？是不是三十军？你问这干？我就随便问问。这是军事机密，不好随便问的。我还正想问你呢。 你从哪儿来的？来这儿干什么？又不是你们家地盘，为什么不能来？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你还是快离开这吧！快走，快走，快，大姐，快走了！哎，啊，看什么呢？他怎么知道咱们是三十军？ 小东，队长，我看敌人这个时候提出了谈判，就是为了拖延时间。这么着，我先稳住他们，你带一支小分队迅速插向海地，一定要把敌人的引爆点全部捣毁。是。二排进攻！快点，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这样的军队。 真没见过。郝团长，郝团长，走，怎么回事？现在的行军速度太慢了。老队长，战士们实在是太困太累了，别给我解释那么多。 加快行军速度！是。同志们，咱们来个竞走比赛吧。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大家有谁愿意参加的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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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哎，你快用嘴大，就你来。来来来，比划比划。平衡团长。
咱们军长行吗？小伙子呀，别看年轻啊，你还真不一定是咱们军长的个儿。当年25000里长征的时候，咱们军长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，光赤水河就走了四个来回。没事，来，我来给你们当裁判啊。根据竞走比赛规则，脚后跟可不许离地，想离都离不了，脚底下全是粘面团。来来，咱们准备开始，往前一步，听我口令啊，预备。来，过来，把我那双鞋给他换上。军长，你可就这么一双鞋了？我来，换上。不，军长，这个我不能要。换上，谁穿不是穿呀？来，换上。是，谢谢军长。哎，加油！军长，你看呗。好，来吧，预备，开始。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奇迹马上就要发生了。全武，你留下，我带人迅速接近敌人引爆点。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，你马上开枪。是，走。情报，这儿。报告大队长，起爆点已经被我们控制。好，再给我重复一遍。起爆点已经被我们控制，永远不会响了。参谋长。现在离长沙还有多远？还有30多公里。这个什么情况？根据最新的敌情情报，现在川沙城内只有不足1000人的守军，还有就是当地的土安部队。马上命令89师直扑川沙，先给敌人来个下马威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共军是不会强攻上海的。他们想完整地接收这座城市，我们脚下的浦东才是主要战场。浦东犯区天然屏障计划失利，川沙自然告急。关键时候，老汤把我们51军调到这儿来，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当炮灰，守住他在吴淞口的退路。大战在即。这种泄气的话就不要再说了。我51军虽非国军中的嫡系，但我们也是杂牌中的王牌。
更何况总裁对我还有知遇之恩。是。这一仗的关键所在，是我们能不能守住川沙白龙岗。好在我们还有时间。共军未必知道，我们已经到达了川沙。军座，共军一向不按常规出牌，我们应该怎么部署？我们也要打破常规，搞个锥形部署。锥形部署啊，李都。所谓锥形部署，就是头尖尾大，把我们的主力尽量后移，以白龙岗为中心掌握部队实力，从右翼的三九岗至南汇公路构筑扇形阵地。前面有情况，大家原地待命，隐蔽。看看去。这可不像情报上说的，敌人只有一个团，我看一个师都不止。原定的偷袭川沙计划必须放弃了，马上摸清新的地形。是。我们的政策呢，是优待俘虏。我知道，贵军一贯优待俘虏。只要你说真话，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长官，我保证句句都是实话。我真是五十一军的军需官。我们刚从市里调防过来。什么时候到的？来了多少人？我们一个军都来了。我们刚到。带去。不是长官，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。不是，我说的不是实话，你们可以毙了我。哎，长官，哎，长官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长官，队长，长官，得赶紧向军里汇报啊。一个团的兵力突然变成一个军，这变化也太大了。就算他说的是真话，但是这么重要的地形变化，不能光靠一个俘虏的口供啊！那么多话，走！放开我！别乱抓我！走！哎，大姐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回事？队长，这女的在门口鬼鬼祟祟的，我盯她半天了。我要见你们负责的同志。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我看啊，他根本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如果你的事儿确实很重要，我还可以通过电台向更高的负责同志汇报。我叫李文英，是上海市川沙工委派来的，这有一份10万火急的情报。根据先遣队的侦查和上海川沙工委提供的敌情资料，现已查实，汤恩伯从市区紧急调来的第51军。已在5月14日进驻了川沙白龙岗地区，正在忙于以白龙岗为中心构筑防御工事，而且敌人是依托工事作战，以逸待劳。第51军虽然是原东北军的部队，在国民党军队中长期受歧视，但是军长王秉岳却颇受上峰赏识，几年之内就从区区一个团长提拔到军长。
为了效忠上峰，保全性命，王秉月极有可能孤注一掷，拼死抵抗。由此看来，我们的兵力还是严重不足啊。第五十一军主力所在的白龙岗距高桥很近，万一第十二军前来增援，极有可能对我形成反包围。军长，是不是先请示兵团司令部，暂缓攻击，等待后续部队？我们的先头部队到什么位置了？88师、26二团、26三团、89师、265团、26七团正在向川沙攻击前进，预计4个小时以后可抵达预定地域。参谋长，到，命令先头部队趁敌五十一军立足未稳之际，直扑川沙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报告，兵团急电。聂，汤恩伯急调54军军长觉汉谦到高桥组成浦东兵团，统一指挥第12、37、51军及当地的土湾部队进行防御。军长，这样一来，浦东守敌就是3个军8个师，共5万多人呢。敌人一向是以邻为壑，嫡系与杂牌之间的矛盾重重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这敌12军是不会轻易出手的。虽然敌51军先到，但是立足未稳，交接混乱，我们消灭他们是完全有把握的。这场战役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。当然，等兄弟部队到了之后再打固然保险，但是敌人也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。军长，军长，没时间犹豫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李政委，你就此坐镇，我亲自到一线指挥，出了问题由我一人负责。不，还有我。韦英同志，韦英同志，韦英同志，哎呀，谢谢呀，太感谢了。啊，李文英同志，请坐吧。哦，队长，你也坐。你提供的情报非常准确，而且及时。上级已经决定攻打川沙了，这次你功不可没。既然功不可没，大队长、姚副队长，我能邀个功吗？邀功？怎么个邀法？我想留在你们先遣队，一来我对这儿的地形比较熟悉，可以给你们当向导；二来嘛，我想在这儿等我弟弟，他就在你们30军当文书，今年1月当的兵。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呀？李文华。小李子？你们认识他？我们其实……过来，过来，快！打上这个。肯定是敌人重型火炮的车轮。走，白龙岗离这有多远？离这儿大概有30多里地吧。30多里地啊！不行，这个指挥所必须马上转移。哎，军长，局长，为什么呀？执行命令。是。李参谋，到，赶紧转移。是。军长，政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前脚刚走，兵团的电报就来了。进攻上海西线和南线的部队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，部队进展缓慢，兵团首长命令东线
特别是担任主攻任务的我三十军，加快步伐，吸引敌人的兵力，减轻兄弟部队的负担。太好了，这么说来，这场仗就可以放开打了。哎，你们这是要搬家？李政委，这个指挥部非常不安全，必须马上转移，快走。你咋知道敌人的炮弹会打到咱们阵地来啊？很简单，这个距离刚好在敌人的重炮射程之内。太悬了。咱们火速撤离到顾家路，这顾家路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顾家路啊，是敌人的五十一军和十二军的结合部，只要堵住顾家路，就能切断五十一军的退路，把王敏月逼死在白龙岗。好，来，明白。简直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！共军主力竟然在如此恶劣天气下杀到了我们眼皮子底下。据四十一师报告，共军主力已经攻克了川沙，正在向宗申挺进。幺幺三师的正面也发现了共军，南鹏阵地已经被共军突破。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位置突出的川沙。是共军以少量兵力屹留我军一线阵地，同时主力实行大规模的绕翼运动，将我军包围在以白龙岗、三九岗为中心的狭窄海滨地区。如果共军采取这种打法，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啊。军长，一三十七军已经被我成功切割，现在就剩十二军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占领顾家路，就可以切断五十一军和十二军的联系。在我们攻打川沙的同时，军长已经下令先遣队向顾家路穿插了。军长，先遣队深入敌军腹地，稍不留神很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呀。这是一招妙棋，更是一步险棋啊。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可是穿插途中难免会和敌军碰头啊。三十六计为一计，叫浑水摸鱼，说的就是刘秀被韩大王追杀，又累又饿，实在走不动，就索性带队啊，充当韩大王的使者，大摇大摆走到对方的驿站，骗吃骗喝。先遣队此行，就是要做一回刘秀。大家看，军长在为我们打掩护呢。这是军长啊，怕咱们走夜路太黑，用炮火给咱们照亮呢。继续前进，走。军座，战事这么紧张，您还亲自到顾家路视察防务，这一路实在是太辛苦了。马处长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，告诉先遣队，穿插途中，不管是遇到五十一军还是十二军，一定要胆大心细，处变不惊。大家原地休息。
小宝，奶奶照相机啊。别动！哪来的？我的。撒谎！你呀、啊，跟我弟弟一样，一撒谎就要眨眼睛。我，快说，到底哪来的？不然，你告诉他都上去。马处长，先遣队伪装的是敌军的哪支部队？51军113师61团下属连队。不对啊，61团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取消建制了，现在应该是56团。快，立刻通知先遣队。小宝，军部来电报了。我们是113师，我们是113师56团1营2连的。张副官，出什么事了？报告军总，他们说是车上坐的，可能是51军的军长王炳岳。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让他们连长过来。是。你们连长过来。113师56团1营2连正在顾家路一带执行巡逻任务，我是连长姚向东，聆听军座训示。姚连长，到。知道为什么要加强顾家路一线的防务吗？共匪30军正在向我军正面发起进攻，同时妄图切断我军和12军的联系，断我后路。顾家路是我军的生命线，我们一定要死守顾家路，绝不让共匪诡计得逞。你一直在56团？报告军座，我原来是军警卫营上士班长。警卫营的。是。徐鹏会战的时候，共匪攻打徐州机场，是我们警卫营掩护您和刘志司令突出重围。不过我认识您，您不认识我。报告军座，有紧急军情，参谋长请您立刻返回军部。知道了。姚连长，你是个可塑之才，记住你刚才说过的话，给我好好守住顾家路。是。报告局长，先遣队在穿插途中遇到51军军长王炳岳。情况怎么样？他们已经成功骗过敌人，正在向顾家路前进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跟他们联系。队长，不去，走吧你。大队长，小宝有事情要向你汇报。我，哎呀，我没事的啊。是什么情况，如实汇报。啊。大队长、副队长，有件事我打了埋伏。说吧，说。我，说吧。在拓林海堤，我从敌人那儿缴获了这个，但是没有及时交工。我是想等打完仗，当一名报社记者，这个能派上用场。
这是严重违反纪律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要受处分的。我这，队长，小宝他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也是一时糊涂，他也主动承认错误了，您看就……是啊，大队长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再说咱们这次能够脱险，小宝他也是有功劳的呀。向东啊，既然小宝主动认了错，东西也上交了，我看就功过相抵，不追究了。真的？但是，听好了啊，下不为例。是。瞧你这熊样，就你小子这样，以后还想当什么记者啊？对，记者。要我说啊，等打完仗，你干脆就回家，置他两亩地，然后盖栋房子，娶个媳妇，生个小小宝得了。听这话说的像你自己吧？等打完仗，过上你那老婆孩子热炕头、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好日子，怎么不行啊？哼！我看呐，啊，你现在就差这一头牛了，是吧？干什么？拿来，拿来，给我，给我！张队长，我给你们在这儿拍张照片吧。所有人都过来，来来，过来，来过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有听见？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等等。好。人有闯，马有放，好青年人要上前方，参军把家保呀，努力干一场。人有闯，马有放，好青年人要上前方，参军把家保呀，努力干一场。这个巡逻队好对付，每八分钟过一次，就是探照灯讨厌，跟长了眼睛似的，哪有动静就往哪照。杨队长，我看敌人这探照灯不是长了眼睛，而是长了耳朵，有蛙叫的地方说明没人，探照灯就不往那儿去了。这招还挺灵，快松了，快！坚持住！你不是说过，等打完仗以后，你还要当记者的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要算话。宝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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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。
怎么这么静啊？小宝，小杨，到，马上给军里发报，说咱们已经到顾家路了。是。向东，派一班去镇里侦查一下，其余的人原地待命。是。军长，先遣队已经到达顾家路，但是没有发现敌人。没有发现敌人。不可能。绝不可能。马处长，到。命令先遣队迅速查明敌情，等待命令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共军主力正在向他们预设的包围圈运动，已经越过我军右翼阵地向北急进，似乎要把我们分割包围，然后实施攻击。当面之敌有何动向？啊，我与当面之敌虽然处于对峙状态，但是我们的阵地大都是在水田里，并不坚固，而且我们的粮食也只能维持五天了，就是还有战斗力，很难持久。顾家路有什么情况？没有。原地待命。大队长。哎，谢谢啊。大队长，你怎么对这支钢笔这么爱惜啊？出发前呢，我答应过我女儿，等打完了仗，把这支钢笔送给她，让她好好写写字儿。你女儿几岁了？六岁了。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呢，加起来不到一年。我这个爹当的不称职啊。队长，队长，一班报告，顾家路发现了新的敌情。这不是我弟弟吗？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？啊，文英同志，杨副队长，你知道我弟弟在哪是不是？他在哪儿？你快告诉我！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在哪儿啊？他牺牲了。李文华同志是我们先遣队的队员，在攻打金山卫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。对不起，你弟弟的死我有责任，他是为了帮我找怀表。文英同志，你弟弟的死是个意外。你要是难过，就哭出来吧。
他长大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父母去世早，我和他相依为命。弟弟很懂事，书也念得好。我本来想着生离以后，让他回学校把书念完。李文英同志，在这次解放上海的战役中，不仅你失去了弟弟，还有很多母亲失去儿子，妻子失去丈夫，孩子失去父亲。这就是战争，但他们是为了新中国，为了和平而战。在暗堡里，这暗堡又是无处不在。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。命令先遣队立刻查清暗堡的准确位置，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暗堡分布图。是。这是子母堡火力交叉的甲种核心碉堡，上下两层，一共十八个射孔，其周围呢有八个地堡，并与堑壕相接，除非利用重炮连续攻击，不然无法攻破，十分的坚固。要是等我们的炮兵部队上来，恐怕时间来不及了。这些碉堡啊，大部分是抗战时期日本人留下的，的确十分坚固，不好攻啊。盲区，寻找盲区。军长，这一带是水网地区，道路泥泞难行，再加上路上断桥又多，炮兵恐怕无法按时到达预定位置。这都不是理由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克服一切困难，火速赶到直接地域。如果我们没有重炮的话，敌人的子母堡将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威胁，前方的伤亡将不可估量。军总，共军已向我幺幺三师、四十一师发起了猛烈攻击，我与三十七师的联系已经被共军完全切断。参谋长，你听。听出什么名堂来没有？
共军的行动虽快，声势虽大，可他们的火力并不是很猛，而且没有重炮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共军再神速，他们的重武器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到位，我们完全有机会集中兵力杀出一条绝处逢生之路来。岂止是绝处逢生啊，报效总裁的机会到了，我要让老汤看看我王炳岳不是张灵甫，白龙岗也不是孟良崮。参谋长，传我的命令，组织三个团的兵力由白龙岗沿海地一线向顾家路方向出击，赶快和十二军联系上，要确保我们的后路安全无虞。等等，老先生，这可使不得啊，他呀一时半会儿啊用不上了，他还要解放了，我呀还要多活几十年了。伙计们，拆！好，好。报告军座，顾家路发现共军。什么？参谋长，军座，命令炮兵向顾家路开炮。是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守住顾家路。这帮疯子连自己阵地都不炸，他们是要继续打出一条通道跟十二军联系啊，看来也是狗急跳墙了。加油队长，早就商量过，能打完仗就把烟斗奖励给你，现在你就拿着吧。姚队长，我动三听到没有，动三听到没有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幺幺三师，幺幺三师，我是军长王炳岳，我是军长王炳岳。军座军座，不能用名誉辱华，这样我们就全暴露了。来不及了，命令一部给我守住西北门户。参谋长，是命令四十一师和三八师火速向我靠拢，天黑之前实施总突围。是。
命令先遣队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绝不能放走一个敌人。是。还有命令88师增援部队在今晚6:30以前务必赶到顾家路。全武，姚队长，姚队长，全武，姚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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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武，走。都怪我，以前我太较劲了。全武，不说这些，活着就好。这块银元我一直没交工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不是又想买头牛吗？打碾庄的时候我误伤了老乡家一头牛，我答应了人家等打完仗陪他。报告军长，炮兵已经进入阵地。给我打，给我狠狠地打。
参谋长，今天几号啊？5月17号。是51军全军覆没的日子。这一仗真是输得一败涂地。你要是早想明白了，也不至于会有今日。军长，30军文工团团长铁英前来报道。铁英同志，交你一个任务，现在由你来担任俘管大队大队长，一定要把这些俘虏们安全地押送到兵团政治部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军长，被俘的第51军军长王炳岳请求跟您见一面。我们到了川沙白龙岗之后，部署还没有调整好，你们就扑上来了。300多里地，又是雨天，我本以为你们要2-3天之后才能赶到，没想到你们的行动如此迅猛，而且当天夜里就打起来了。这或许就是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区别之一吧。带走。军长，军长，政委。苏毅副司令、张震参谋长表扬我们当机立断，抓住了战机，打了上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仗，创造了一个军打敌人一个军的模范战力，大大加快了上海战役的进程。参谋长，到，继续搜索51军残部，同时命令全军迅速向高桥方向攻击前进。放心吧，军长，我们先遣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全国解放了，老伙计，你可就派不上用场了。这最后一仗，咱可得好好干。全武，我将来想当记者，当新中国的记者。军长，我想到先遣队锻炼一下，等打完仗，我还回到您身边来。当胜利到来的时候，我多想拥抱亲爱的战友啊，战友却在黎明前倒下，用你们的热血写就新中国的传奇。